公主大人 Kiss Sir 来干干好酒那今日不醉不归好清玄加点酒加点酒我可不是小心眼的人昔日那雨辰赢我虽然手段特殊但有钱也是人家的本事嘛啊所以不冤呐不冤大气这才是经典游戏统治者该有的格局我笑某佩服来干干笑某素闻您是反派联盟的第一战力那什么所谓的首领也不是您的对手吧哎首领的实力还是深不可测的哟您这是谦虚的吧哎真要那么厉害您可要带小弟认识啊好说好说干来吃菜吃菜吃菜好行少侠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喂我怎么成红名了红名是您强行击杀了其他玩家的惩罚十个小时后便可自动消除哦哎怎么样才能锻造加九的武器或者幸运加七的武器啊除了准备足够的材料还需要一点点运气 喂怎么制作黄昏丹啊需要长生木不灭泉轮回土方可合成去哪儿才能接劫镖任务前往主城坐标94.276劫镖 NPC 处即可领取居然不能直接去抢太麻烦了吧怎么可以改名字呀去商城购买改名卡即可好谢谢我二十几了到哪儿去买坐骑啊在哪里抓宠物啊我要杀人给我一把大宝剑请问月老在哪里啊这游戏有什么好玩的真是太没意思了哎走吧走吧喂你们别走啊别走我可以回答你们的问题陪你们玩的不要留下我一个人好了兄弟们这一次真的走了再见了走吧走哪儿去啊十万个晶体爸爸去找清雪姐姐了哎儿子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你平时不是最爱睡懒觉的吗一日之计在于晨身为一个好孩子要按时作息饭菜都已经端上桌了你们洗完脸就可以去吃饭了我先去练功了儿子你又偷吃什么东西了怎么一口播音腔啊你不是答应我们不乱吃道具了吗妈妈
好孩子是不会乱吃东西的，我就先去和丁婆婆练功了。哎，这还是我儿子吗？厉害呀，王仔！哈，嘿，太棒了！哈，嘿，哈，妈妈，我练完功了。书上说，要做一个能文能武的人才是好孩子。我先去读书了。哎，我说夫人，昨天晚上公主大人是不是把孩子给吓到了？不过她说的话还挺好用的。以前让他读书根本就不可能。我的意思是不是有点过了？我觉得挺好啊，终于不用我费心了。可是我怎么感觉这孩子有点瘆人呢？孩子终于懂事了。哦，对了，丁丁，你去清雪那里看看，秦展去了半天还没回来。好的，夫人。嗯，公主大人，公主大人，丁丁，你怎么来了？夫人说想让你早点回去。哦，哎，这清雪和笑天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一整天不见他们啊，是不是还没到营业时间啊？哦，公主大人，您先等会儿，我去给你弄茶。这个笑天真，把这个娱乐城搞得跟夜店一样，估计平时没少去。公主大人，哟，大姐，哎，韩毅，你来了。对了，你有没有看见清雪啊？公主哥哥，你有时间还是关心一下清雪吧。她的内力突然间壮大了。清雪变强，哼，那是好事啊。这臭丫头一直嚷嚷着要打败我，我最近还以为他是忙着赚钱都不去练武了，看来有空我得去好好指导他一下。是，恐怕公主哥哥现在也指点不了他了，他的内力是公主哥哥的十倍。啊，锁地成村，你是什么人？为何会我门派攻伐？讲道理吧，你这问题但凡放在昨天，我都能告诉你他是谁。现在我真不知道。怎么，你害怕了？我反正你杀的人跟我也没关系，来啊，继续。我等与你无冤无仇，今日你连杀我门下数千人，又对我失职下手，休怪我姜子牙替天行道。是没仇恨，但你身上有我需要的东西。这已经是第五个世界了，差不多够了。可离十万个晶体还远呢。走吧。一整天到底跑去哪儿了？师父，我有些累了，就不招呼你了。到底跑哪儿去了？我现在问你，你最近的功力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做了什么为非作歹的事情？嗯，你不是一心想着回老家吗？怎么开始管起我们了？我现在管的就是你，清雪，你要是做了什么错事的话，现在就给我收手。展展，放心吧，这边我都替你看着呢，别絮叨了。清雪，就是因为有你在，我才最不放心。
好了，我知道你累了，一会儿晚饭过去一起吃吧。我还有事就不去了。你还会有什么事啊？我说杀人你信吗？你现在是在跟师父说话吗？啊，当了爹的人就是啰嗦。给我站住。哎呀，展展，我都说了没事了。走。这是帮你完成任务的奖励，不送。哎呦，公主大人，您受伤了，我去给你拿药。师傅，带我去刷副本吧。没空。师傅，听说城外有一个神秘山洞，里面啊没准有什么宝贝，要不然我们去看看啊。哎呀，你找韩一他们陪你去玩吧，师傅还有很重要的大事还没有办。啊，到底是什么大事啊？可是不要告诉雨辰。师父终究会离去。嘿，哈，嘿，哈，嘿，哈，嘿，哈。哎呦，嘿，表现蛮不错的。嘿，是啊，旺仔最近可乖了。爸爸，您回来了，我已经练完武功，现在要去看书了。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哎，丁丁，哎，你去看着他吧。哎。少公主啊，你等我一会儿。哎，听听听说，汪仔最近不是在看书，就是在练功，乖得有点奇怪啊。那不很正常吗？随我呀，我小时候也这样。哎，你看。哎，这是什么？这个怎么看上去像十几年前的路由器啊？路由器。啊。这可能是咱们回家的关键。哎，那太好了，太好了。哎，那今天晚上我们吃好一点，我叫大家来聚一聚，好不好？好啊。对了，
咱们先得和儿子商量商量。好，现在就去吧。各位爹爹们，早上好。乖儿子来了。哎呀，乖儿子，你这么早啊？怎么又多睡一会儿啊？你们给我的分身娃娃真好玩，这样我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爸爸妈妈都不会知道。真教化，不要那么忘了冯凡。大爹爹，你说今天带我认识新的小伙伴？哦，对对对，他们早就在等你了。走吧，随我来吧。来，乖儿子，跟大爹爹走。来来来来来。仙境微观世界，哦，以后啊，这里就是你的乐园了。乐园？还有你的小伙伴呢。你们是？他们是玻璃。哦，那个是恶魔玻璃，这个是冰玻璃、土玻璃以及天使玻璃。我可以摸摸他们吗？可以啊，可以啊，摸摸。好可爱啊。是一样的，哦，看着他们，好像我又回到了小时候。老大，你小时候也这么皮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好乖啊，还在看书呢。儿子，爸爸妈妈有件重要的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哎，旺仔，春眠不觉晓，你这什么态度啊？处处爸爸妈妈跟你说话你都不搭理，夜来谁叫你那么没有礼貌的啊？花落知多少。哎，好了，秦展，别吓到孩子。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再乖信不信我真打你屁股。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那我打你了。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儿子，儿子，少公主，你那么使劲干嘛呀？我没使劲，我就是轻轻拍了一下而已啊。你没使劲，儿子怎么这样了？这怎么办？儿子，你醒醒，儿子。儿子是假的？啊？好了吗？准备好了。别和他们废话，今天就拆了他们的老巢。哎，有话好好说啊！大家可都是文明人啊，别动手动脚。要想从我这儿过去，先从……哎呀！从我的！新的蛤蟆，原来是又换了一副身体，主宰大人。哈哈哈